的，你让我弄反了。那我还是我干活去。我会用了这东西。那就送给你了。我给王灿买了一个扎手指头测血压的那个，他不扎。这些东西是不是得两三天得监测一次？你妈怎么说？如果有糖尿病的人，他是每天监测的。如果血糖没有问题，监测他干什么呢？哼。乖了，我扎一下，好吧？扎一下就完了。但是我不想扎。你试一下，你胳膊试一下。你拿着肚子试一下怎么样？那不行。哎，这肉厚，这没事儿、啊。不行，疼。你离我远点。哎，你听话，乖。你去医院，医生不都抽你血的吗？啊？那个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感觉要哭了。我哭不会哭，反正我是不会扎的。别费劲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别扎。又哭了，又哭了，好了，好，不扎了，不扎了，又不扎了，不想扎了，好好，不扎了，不扎了，又哭了，哎呀，老婆，老婆，不哭了，不扎了，不扎，不扎，不扎，不想扎这个，你非得逼我扎，好好好，不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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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拆了，我给拆了，我给拆了，不扎了，不扎了，不扎了，收起来，不扎了，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扎了，不扎了，啊，我让你自己扎吧。行，我自己扎，我自己扎，不给您扎了啊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那你这个，你下次，那你测的时候怎么测呀？就控制就好了吗？啊、就一直控制就好了是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嗯，不扎了，行了啊，嗯，您乐一个，乐一个，乐一个。老哭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扎了，不扎了啊，我给放出去啊。